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观战方石驼岭，对战方大唐官府，对战方一手破血，宝宝抗性很可以，没有飞。观战方很聪明，把分光给到宝宝，让宝宝去清对战方的一个闯。对战方触发一手仙剑，一手献祭的小二连打掉观战方的一个前排分光宝宝，此时观战方有点难受。观战方的一个单法伤害有点高，观战方给人物补鬼眼，观战方一手象形象出去，观战方的一个输出不是特别的高，观战方应该是有套路哈。前六回合观战方的一个分光一直是给到了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啊，人物并没有着急出手。对战方把宝宝的一个血量全部补满，观战方利用人物那点微薄的一个输出去进攻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啊，观战方的一个人物速度应该是特别的快，主打就是一手高速控制。对战方踩上干将，对战方有干将的话，人物的一个伤害会大大的提升。看一看对战方是不是想搞事情。对战方一手巨剑斩飞观战方这手风光虫，箭射三个弹幕。巨剑的话确实对于大唐而言的话提升也是非常的巨大。观战方继续出，这个时候就得出这种半攻的一个肉虫啊，去宝宝和宝宝互拍。对战方横扫千军扯后排，第二刀带飞观战方的一个锥子，对战方触发一手连破，可以看到观战方的一个硬件并不是特别强，宝宝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，还有这种豹子是吧。对战方继续补上鬼眼，一刀砍掉观战方的一个后排，双方进行一个宝宝的一个互换。此时场上来到第三回合，
对战方有一手杀人善恶，看一看观战方怎么处理杀人善恶这个点。观战方直接出推土街，对战方继续踩干将。观战方一手战蝶给到后排，直接轮子扫出去，4000多，这样的话宝宝根本扛不住，出了一手法莲。再次烧飞对战方的一个孩子，对战方斩掉这只地精，这个宝宝刚加上分光是吧，对战方一手破血再次给捅飞，对战方的一个小马感觉也站不了几回合呀。场上的一个局势逐渐朝着观战方倾斜，对战方后发，观战方给对面丢破甲，直接上去扯连环，带飞。